大姐好，你好，我叫阿兰。我不喜欢什么的菜，我最喜欢日本的拉面。拉面的味道是辣咸，我很喜欢，因为有鸡蛋、猪肉和面条。拉面有两种猪肉。猪肉碎，猪肉片，最是很辣，因为有辣椒。猪肉片不辣，但是糖很辣，也有辣椒。为什么我喜欢？因为我喜欢辣的菜，和我觉得它很美味。谢谢。